鸟人 Andersen 遭网络女虫设局。鸟人 Chris Andersen 先前与未成年少女性交的罪名终获平反。原来是为加拿大网络女虫夏蒂尔设下的骗局。夏蒂尔假装成鸟人，利用他的手机号码、社群网络、电子邮件和银行金钱往来记录进行交友，其中包括一名加州少女。鸟人坦承他和这名未成年少女发生性关系，事后才发现对方谎报自己21岁。这一切都是夏蒂尔在背后搞鬼。后来假扮鸟人的夏蒂尔进一步向少女提出更多要求，才揭发了这一连串色计。看来鸟人要改刺其他图案了。你爱鲶鱼吗？留言跟我们说吧。